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把我太太救回来，让她陪着我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。有她在，这一切才有意义。现在从海外收藏的那只匕首，应该就是当年的那个匕首。只差新娘放在祭台上的玄机了。如果能找到，说不定真的有机会能够召唤天神。 说不定。 这个汤是你煮的吗？好喝吗？我妈身体不好，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学习用食疗帮她调养身体，而我妹呢，她总是胡乱吃东西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也就只能多学一点了。你对他们可真好，没有人住过这间房。好吧。 嗯，原来他们关系这么紧密啊！难怪他什么都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那夏曦，小优庆祝派对还可以在这里办吗？叶姑说可以就可以。好，那我去说服老大，你就跟小优说，一切都交给我吧。嗯。 小溪，干嘛？这个怎么和我的玄机这么像啊？嗯，这就是在图鉴里被撕下的那一页。在哪找到的？在姚星那找到的。在姚教授那看到的。 姚星好像也在找关于玄机有关的配饰，说不定找一天你们俩可以聊聊。他为什么也要找玄机啊？我想可能跟上课有关。还是说，是跟他长生不死的身世有关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看吧，我说的不对。谁这么早来啊？应该是小优，我去开门。 啊，小优，你怎么才？哥，都没跟我打个招呼，你怎么就来了？我决定了，既然你不回家住，那我就住下来照顾你。啊？这里不是酒店，你不能说来就来。为什么下线呢？我就不能？因为。 他是老大带回来的女人啊！哎，哥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妈会担心你的。
没事，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我要出来住。星夜的，是你自己要我搞清楚为什么夏曦要离家，我今天就是来搞清楚的。可是这里不欢迎你住，夏曦在我就在。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要不然你跟我回家。我怎么能让你跟别的男人住呢？哎呀，我不管了，叶姑你来决定吧。随便，住就住吧。可是要交房租。没问题啊，夏曦付多少我就付多少。他不用付。啊？那我为什么要付？因为你不是这里的女主人呗。什么女主人？喂，星夜的，你对我妹做了什么？哎呀，你别瞎说了，我先送她去客房。不是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女主人啊？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！夏曦彩又当主持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帮我办一个这么大的庆祝会。这些可都是顾宁帮你办的哦。啊，是吗？谢谢顾宁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庆祝会。想起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。啊，还因为欠公司差点被人骗钱了，不过还好我是最坚强的小优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。因为我的夏曦宝贝在我的身边陪着我，还有大家。小优，你是最棒的。那个一晨哥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栏目呢有一期关于青花瓷的专访，但是我对于怎么分辨不是很了解，所以要请教一下。好啊，我先看一下物件，然后再跟你说怎么分辨。好。杨默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小优。这个青花瓷是从哪儿来的？哦，就是张会长提供的。我们栏目现在跟张会长的拍卖公司有一个密切的合作，所以。喂，胖子，有件事你要调查一下。别待会儿又喝醉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开心吗？小优真的好厉害啊，从大一的时候就想当主持人，后来真的实现了。他一直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有放弃过。我也一定要努力才行啊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啊。我，我想有一个家。前几天我在咖啡厅不知道该去哪儿，是你把我带回来，还让我住下来了。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安心待着的地方。既然我的玄机和景朝有关，再加上夏爸爸他们准备举办一个景朝文物展，说不定我真的可以慢慢找到些什么。那你呢？你想做什么呀？我是时间使者，照常理来说应该不会有想要做的事情。但最近好像有了。什么呀？我与你的最远距离，是我明明爱你却要忘记，忘了你也忘了自己。我想让你快乐。最近的距离是比誓言再难。
就算忘记，我还是会爱上你。夏曦，这样不好吧？说，姚教授跟叶国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啊？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吓死我！你倒是说呀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是不会说的，按照管家的职业道德，我是不可以向你透露任何关于叶顾的事情。你确定？嗯，一个字都不能说。一个字都不能说。哎。好吧，本来还想着小柔当上了主持人，可以在家给她举办一个 party， 你也可以趁机多跟她接触接触，这样看来就只能我单独出去跟她狂欢了。嗯，夏曦姐，夏曦姐，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是吗？嗯，不用顾及管家的职业道德了。什么事能有夏曦姐的事重要啊？嗯，好说好说。嗯，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嗯，在我做叶顾的管家之前呢，他们就认识，是认识很久的朋友，但是具体是怎么认识的吧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嗯，这样啊。嗯，那姚教授怎么知道叶顾是时间使者？难道他也是时间使者？不是的，虽然姚欣姐和老大一样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，但是吧，为什么姚欣姐她不是时间使者又能够常年生存？其实这一点我问了很多人，但是没有人愿意告诉我答案。是吗？嗯，你看啊，就像每一次姚欣姐出事，老大都会去帮忙。之前我还跟老大一起去医院探望出车祸的姚欣姐，然后吧，我就总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应该有什么。你看，就之前有一次，姚欣姐喝醉了来找老大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，最后呢就只能让姚欣姐住在家里了。啊，你不是说没有人住过这里吗？我是说没有人住过这间房。好吧。嗯，原来他们关系这么亲密啊，难怪他什么都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那夏曦，小优庆祝派对还可以在这里办吗？叶顾说可以就可以。好，那我去说服老大，你就跟小优说一切都交给我吧。你可真有本事，先是欺骗了姚欣的感情，接下来再教唆我妹妹离家出走。姚欣姐喝醉了来找老大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，就只能让姚欣姐住在家里了。你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，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。怎么了吗？没事儿。小溪，干嘛？这个怎么和我的玄机这么像啊？嗯，这就是在图鉴里被撕下的那页。在哪找到的？
在姚鑫那儿找到的。在姚教授那儿看到的？姚鑫好像也在找关于玄机有关的配饰，说不定找一天你们俩可以聊聊。他为什么也要找玄机啊？我想可能跟上课有关。还是说，是跟他长生不死的身世有关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看吧，我说的果然没错。别人以为你们俩做什么会瞒着我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你干嘛不自己去问？你答应帮我找事是当你来问了。我帮你找到线索了，叫你哥带你去。你陪我一起去呗。我不要，你自己去。啊，怕我在场你俩尴尬是吧？果然有鬼。奇怪，你们夏家人都这么无聊吗？我跟他根本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一起去？不是不敢，是我不要。你不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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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。你敢，我要。成交。这君子一言罢，驷马难追。既然你说了，就要做到。别待会儿又喝醉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开心吗？小优真的好厉害啊，从大一的时候就想当主持人，后来真的实现了。他一直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有放弃过。我也一定要努力才行啊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啊，我，我想有一个家。前几天我在咖啡厅不知道该去哪儿，是你把我带回来，还让我住下来了。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安心待着的地方。既然我的玄机和景朝有关，再加上夏爸爸他们准备举办一个景朝文物展，说不定我真的可以慢慢找到些什么。那你呢？你想做什么呀？我是时间使者，照常理来说应该不会有想要做的事情。但最近好像有了。什么呀？我与你的最远距离，是我明明爱你，却要忘记，忘了你，也忘了自己。我想让你快乐。最近的距离，是别想远在哪里。就算忘记，我还是会爱上你。好感一手之中，那你可要好好努力才行哦。多么微不足道又渺小存在，拼命挣扎。